一口一个的波波肠，我家两个孩子都喜欢吃，不仅油滋滋的，而且劲道又弹牙。洗干净的猪后腿肉，厨房纸擦干水分，肥肉瘦肉分开，肥肉打得越细越好，瘦肉稍微打烂就行，这样吃起来才会弹牙。绞好的瘦肉加盐、小苏打、白糖、黑胡椒粉、红曲米粉、蚝油和一个鸡蛋清，用量都打在了屏幕上，抓匀后摔大上劲，再加肥肉、洋葱和蒜末，抓匀腌制两个小时，提前半小时清洗肠衣，套水龙头冲洗两遍，再用清水和白酒泡一泡。准备灌肠器，先塞满肉馅，再套肠衣。灌肠的时候不要灌太满，八分满就够了，不然蒸起来容易爆肠。分成很小的小段，把有气泡的地方扎孔，并吹风吹至表皮起皱，上锅中小火蒸50分钟。出锅剪成小段 ，QQ 弹弹的波波肠就做好了。放空气炸锅180度烤15分钟，滋滋冒油，好吃又弹牙。我家孩子一口一个都说好吃。